心为你飞呀飞，感受有你的天地。心世界找呀找，命中注定你一个。公妹啊，我甲你讲，我甲大爷啊，他住伫路下捡到一个老人呢。老大人？我甲你讲哦，可能讲袂清楚啦。我甲大爷家己讲哦，你等一下哦。 公妹啊，我们做不饱啊！看这些苦，生囡咯。系啊，那猪猪红今日让我巴肚疼，我今晚要送伊去病院啊。恭喜你嘞！不过歹势啊，我今晚公司有重要代志要处理，可以无让你今日咱去病院看你，还可以阿猪猪舅妈哦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你做你无用啊！啊，我是要跟你讲哦，拄则我伫路的开车，险么弄着小巴呢？小巴？啊，恁人有代志无啦？ 好啦，是无代志啦。啊，不过哦，伊开一台客运车，车顶载迄个老人哦，佮昏倒，感觉足奇怪啊！我著甲迄个老人哦摸过来，啊，怎么要迅速送伊病院啊？小巴开一台计程车载一个昏迷的老太太，比之前上信任的人就是小巴。迄个老太太根本就是焕然阿嬷。哥，迄阿嬷应该就是焕然阿嬷啦。啊？ 患难的阿妈，啊小巴载人的阿妈是要创啥啦？这卡嘛，我甲你解释啦。你先翕一张相片，翕迄个老太太给我看者。哦，等下我叫孙头子啊，你上好你看。胡总，你怎上来啊？这么近安怎？告诉你。 有状况真，有家甲天然招待记者，还佫有假媒体嘞，袂有问题。也毋过即摆重点毋是即个啦。你啥物代志啊？代志大条啊！你知影董事长有可能伫今日的记者会，也是临时董事会宣布，你毋是孙家的子孙啊？就是啊，就是啊，伊要甲大家讲，你毋是真的王子，是冒牌货诶。 吴总，你即摆打算要安怎做啊？万一董事长真正伫大家面头前安尼宣布，啊你就……不管伊算要安怎做，这拢毋是你应该烦恼啦。你着家己照回办好就好啊。你毋过副总，焕然，对我讲，我有一件重要代志要甲你讲。恁阿嬷是毋是袂找着？ 拄则阮爸打电话甲我讲，伊会找着阿嬷。 也毋过无说你，佫借一个计程车司机带走啊！计程车，安尼条条啊！你看卖，这人是你阿妈？你若有阿妈相片，佳美，多谢你，让我自己老公爸跟我爸。 这个社会，这社会代志，你免烦恼啦，我伫个，我想办法应付个。即摆上要紧的是来去了解你阿妈状况。还是麻烦你啊。嗯，谢谢。佳妹，副总呢？你够走啊？记者会要安怎啦？免烦恼啦，就算副总无伫个，咱嘛想办法。 记者会场面控制不掉，小少甜甜，今日给麻烦你啦。嗯。啊，拄则听佳美讲，已经找到嘛？我等下直接去办公室找你。请问董事长安尼挡我的路，有啥物指教？孙副总，在公司拄到家己的定时。 到是这款的态度，连招呼都无拍，就是要走。我这么重要的代志要处理，哼，是我重要。讲比咱恒大要宣布胜利的记者会更较重要，卖袂记得。你是公司的一份子，敢讲你无想要留落来，甲大家做伙庆祝？还是讲你根本就无感觉欢喜，因为你心内怨妒这个功能是我创造。 不是属于你的。董事长，恒大有今日的成绩，不是靠领导者一人拍出来的。是公司内底每一个员工的付出。啊，若是讲向上有功劳，我相信你心内真清楚。 所以你也诚恳承认，我这个董事长做了真好。你做了好也是唔好，是公司内底每一个员工甲股东替你拍分数。你无说遮尔要紧，我看法。孙焕然，你莫总是伫我的面头前，等你大公无私的气势。今仔日6月啊，我得互你知影。 像这是真正的胜利者，阿姑，你连跟我竞争的机会拢无，你根本无资格做我的对手。哥，大家拢是兄弟，爱甲敌人母个遐尔歹看好无？李志凯，我提醒你，孙焕然唔是你的兄弟。 搁较唔是我的，伊甲咱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哎，是嘞啦，莫想伤多，阮哥是气话啦。我讲话是事实。哥，你甲恁真诶好无？今日遐尔啊侪记者，若小因看到即款诶场面，毋知会讲啥物影话。搁再讲，遮遐尔啊侪记者来，就是要互因知影你有偌青硬诶。既然安尼哦，你着爱表现搁较欢喜，毋才对。 我真欢喜。为当年甲你行去以后，到今仔日，我上欢喜。成王败寇，今仔日，我来互你深深体会这句话的意思。 我真无时间甲你讲这话袂，请你放手。安总，失去冷静啊！这是公司的，你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董事长？既然你唔想董事长的身份甲我讲话，安尼我无需要尊重你。今日这会我无要参加，你做你的那方式。孙焕然。 你想我计有啥呢？我连甲恁一家人为孙家做事挂出去。哥，你安尼讲有啥意思啊？你真紧就知影。你电话讲也讲袂清楚，到找恁阿妈人啊？伊即摆人伫倒位？人伫病院，破产就昏倒啊！上台情形我嘛毋是足清楚的，咱先赶去病院，别讲伊啊！恁爸伊误会我，是我派人甲阿妈带走的。我今日心情无好，一人各种有代志，所以我就叫焕志去陪伊。嗯，那我先看着爸爸，咱分头我过去。好。 小啊，找条阿妈。开板嘞，开板嘞！哎，护理师，哎，我某是不是要生啊？伊老一直喊疼嘞。先生，你先莫紧张，我先替伊看卖，好不？你是患者的家属，阿姨今年几岁啊？ 平常时身体，敢有啥物款的毛病？歹势啦，医生，你安尼雄雄甲我问吼，我嘛唔知要安怎解释啦。啊，伊是我朋友的亲人啦，啊，我甲伊无熟识啦。你无熟识伊，所以你嘛唔知影伊是啥物款的原因昏迷。我拄到伊的时阵哦，伊就已经昏去啊啦。啊，即摆救人较重要，你敢会当先救伊？啊，因兜的人哦，最紧就到位啊啦。 准备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是。夫是当时开始发生阵痛，那个即马才甲送过来啦。医生先咯，阮太太啥物问题是无？我拄则替伊检查的时阵吼，发现囡仔的骹底缠到，胎盘阁早期剥离啊。什么剥离啊？这根本做严重啊！囡仔即摆情形非常危险，爱马上进行剖腹产，甲囡仔生出来。哈啊！我阿祖祖即摆开刀生囡仔，互伊家己生敢袂用只啊？囡仔即摆骹底缠到，脑部可能已经发生缺氧，你若无紧开刀甲囡仔生出来。 恐惊牵产妇就危险啦！你讲阮某有危险，医生拜托，你救阮某好无？你一定爱救阮某，一定爱让伊某生平安啦！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啦！但是你免遐紧张啦，吼！阮做医生一定尽全力，无全力的囡仔甲恁太太，你先去办手续，我随后安排开刀，好？医生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我先安排开刀。哥，你徛在这创啥？你紧去找证件，不是咧办手续？去甲伊办手续，要开刀紧的啦！我找证件，我惊啦！我妈讲，你到底囡仔病因哪办啊？伊是讲，我阿祖祖伊即马随开刀生囡仔呢，你紧来啦！ 阿祖祖，师傅，你家师傅，我是不是被鬼打？我是不是被鬼打？对，医生讲哦，咱小爷爷当美妇，没出来看爸爸妈妈了，所以哦，咱今晚要剖腹产哦，伊较早出来哈。 囡仔有代志，无代志，囡仔当然嘛无代志，你放心啦。剖腹产哦，是做正常的代志啊。对，你放心，无啥物代志吼，我会陪你。对啊，你一定叫医生，记得补条的咯。哦，记得补条的。当然会补条的，一定会补条的啦。你是了后白想啥啊？你莫想遐济啦。哦，剖腹产哦，无啥物代志。 哦，而且我拢会伫咧遮，哦，我会伫咧你身躯边，哦，你放心。啊，对，囡仔伫咧边无代志，还搁要互伊过好日子，啊，我带我就惊，你莫走去抱我好无？放心，我当然会伫遮陪你，我会当遮照顾你，还搁照顾咱小爷爷哦，你莫惊，你莫惊。啊，唔惊，好，代志好，好，代志来看。 刘主任，今摆患者的状况安怎哈？根据我诊断哦，患者是心肌梗塞，伊的动脉啊，嘛玻璃的创伤，伊的肾脏啊，还有伊的胃啊，嘛有一款问题啊。这么严重哦！啊，那安尼刷落来要安怎哈？阮是会当安排伊手术啦，也毋过因为即摆已经有血啊，所以哦，开刀对伊来讲哦，风险太过悬。 所以必须要伊的家属来决定啦。参谋长，许韩少女是李德伟。主任，春桃，阿妈，春桃，是你救我妈妈，多谢。无啥啦，迄摆是拄好我甲大爷拄着啊。啊，不过头拄医生讲，你妈妈的状况。 无啥好呢。妈，你这要干嘛嘛？你有听到我咧叫你无？我是阿贤啊，妈。阿妈精神啊！妈，阿贤在家。 你免惊，阿贤保护你，阿贤好好照顾你，哈，免惊，哈。医生啊，我妈今晚什么状况啊？患者是心肌梗塞啦，虽然今晚已经清醒啦，也毋过身体也是真虚弱，随时哦有可能搁昏迷啦。心肌梗塞，敢需要开刀？医生，若是要开刀，开偌侪钱拢无要紧啦。麻烦你找上好、上专业团队替阮妈动手术。你先听我讲啦，唔是钱的问题啦，这心脏的手术咯，需要真长的时间，这麻醉的时间嘛真长。老大人即马已经有岁啊，这手术的过程唔知影伊有法度承受未？就算是手术顺利，这手术以后护理哦，嘛是一个问题呢。即马是安怎啦？哈？ 到底是会当动手术，还是袂当动手术？你嘛给我一个答案嘛！陆官，你妈妈需要开刀是无？我记，今晚情形是安怎？医生讲，阿嬷的心脏需要开刀，啊，不过嘛烦恼阿嬷的身体状况。你放心啦。 病院安排患者带交予病房，会请这麻醉医生来做评估。恁家属到时哦，着两早讨论要做这手术无啦。啊，好，医生，麻烦你啊。上副总一家伙仔拢到啊！ 这个情形看起来，我是无可能阁甲苦老太太救回来。这嘛是安怎啊？这么重要代志，若是无办好，董事长敢要去甲我开除啊？经理，请问你找我什么代志？你这回准备安怎？真顺利啊，张总给你放心。佳妹，其实我有一件代志想要问你。总经理，请讲。我讲过，拄到焕然，伊急要出去，啊后来阮阁甲焕然呛声讲。 伊要甲焕然因几家伙啊，为孙家的祖厝赶出去。当时就真正安尼讲。啊，我想要问你，阮哥甲焕然这阵啊，敢有发生什么冲突？啊，搁有今日记者会，敢有什么别的目的？啊，阮哥为什么要临时开这董事会啊？你讲针对焕然，也不是这两天的代志，应该真清楚啊。这我知啊，啊，不过伊这届态度足奇怪。 敢若有抓到孙家什么把柄同款？那真正有啥物把柄，总经理会徛在倒一边？一个是阮哥，一个是我的兄弟，佫是我的好朋友。我敢若希望伊能好好啊斗阵。佫再讲，自细汉阿公对阮四个人毋忙，就是安尼啊。 孙家发生什么代志，我不方便讲。啊，不过我相信咱拢足清楚的，焕然为恒大的付出，绝对不是为着金款大利，伊是为着公司好。我知，焕然对恒大的付出，我一定看在眼内。啊，不过我惊这届恁哥真正要对付焕然啊！焕然一向拢无想要甲人争，啊，不过就算伊无想要甲人起冲突。 这表面上的和平，嘛看可能阁继续啊！这个一定有人会受到伤害。有听到孙头讲的无？甲你妈妈带走的人是小巴，是李志正的人，唔是我。今麦讲这有什么路用啊？ 我早就跟你讲过啊，莫去搅扰我妈生活，互伊踮咧厝就好啊嘛。叫你著大主大义，伊就要带伊去饭店。今仔若毋是坏人犯忌，甲人带出去，阮妈哪会失踪？哪会去用偷带走？所以你即摆是咧怪我？我知影你即摆最着急，也毋过请你莫误会嘛。妈想要暂时把阿妈带去饭店，嘛是想要阻止李志贤对阿妈出手。你囡仔即摆拢知影，李志贤就是想要利用阿妈，每一寡代志出来。囡仔就是恁甲恁阿妈带出去，恁阿妈才会惊到，心脏袂再硬起来。今日发生的代志是意外，谁拢无想要看到。我相信妈一定嘛真烦恼阿妈。如果。 即卖你妈妈情形安尼，我看了嘛足唔甘的。你要安怎怪我拢袂要紧，你要爱我回失你嘛会用的。但是你要听我讲，我是安怎会安尼做，是因为郭友华甲你迄个李志仁，伊已经联手啊。伫即个要紧的时阵，咱规家伙一定要同心，安尼你敢有了解？ 好啊，好啊啦，恁拢莫阁冤啊啦！啊，即摆上重要的吼，是恁敢愿意受即个危险，互恁老大人动手术啊？当然要动手术啦！迄是我真无简单才找到亲生妈妈呢，我拢还无有机会会当有效伊的，只有这段机会，我绝对袂放弃，我一定要救伊。好了，爸，想要行动，多谢阿爸，我嘛希望会当救阿妈。 问题是要动这么大的手术，让阿妈受苦。我是惊讲哦，阿妈若袂同意，那呢，咱毋是更加后悔？那你是安怎？啊？无爱动手术，看阮妈妈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衰弱，一直到止在袂调，安尼做袂到啦。如果，卡叔公。 你若惊有危险，那你就动手术。不管结果是安怎，至少咱拢有尽力。什么叫做你？你哪能讲话讲到这么丧势啊？哈？什么叫做至少已经尽力啊？还是辛辛苦苦甲我生落来妈妈呢？是我甲伊保证，我会好好照顾伊，会好好友好伊的妈妈呢？ 无你是要我怎讲啊？哈！我讲再先开刀，你著讲我领会无情。我若是讲无再先开刀，你是不是怀疑我无法度接受你的妈妈，伊害我失去荣华富贵？我到底是安怎讲才好？孙主管，讲来讲去，上关键的是你家己唔肯放过你家己，你知无？对啦。 你讲的拢对啦，我讲袂赢你啊！啊，不过我要紧我妈妈，关心我妈妈，我讲唔对。你好啊好啊啦，恁两个拢莫阁冤啊啦！我知影恁心情拢无好，大家人吼讲话拢无好听，口气嘛拢较歹啦。啊，不过这上重要的是，啊老大人阁等恁的决定，恁较冷静的啦。 无咱做决定好，即摆爸甲妈心情拢足乱的。若是有一个人做决定，另外一个人一定有意见。我是阿嬷的大汉孙，就让我来替阿嬷做决定。那你发现，你的意思是，即摆医生等你做手术评估。 但是成功的机会会当超过50%，咱就让阿妈开刀。啊，若是成功的希望，较无一半嘞。那呢，咱就莫让阿妈搁继续苦啊。爸。 今日的结果不管是安怎，伊若是想要怨叹什么人，就是想要爱什么人负责任，你就找我，莫讲阮阿妈好吧？怀兰啊，爸毋是想要怨叹任何人，也是想要推卸责任嘛。爸只是我知影，伊想要紧阿妈。那呢，就照顾我意思。阿嬷是不是要开刀，都给顾做主？妈，你该无意见吼？好，安尼我去找医生，问伊手术的评估报告什么时阵会出来。 无要紧啊，无要紧啊！啊，你今毋是讲开车，就是要送阿祖啊来遮生产。啊，即摆有顺序无？状况安怎？我头拄仔甲阿祖祖送来病院的时阵，啊，医生讲吼，迄囡仔的脚卡伫咧田斗的，敢若爱剖腹啦。卡伫田斗内底。 听起来敢若真歹处理哦！迄大个甲迄手管哦，足紧张啊！啊后来哦，我来遮找你的时阵，啊祖祖敢若着去互送去手术房啊！我怎啊嘛毋知影状况安那？我但希望讲哦，遐祖祖甲囡仔会当平安无代志啦！希望哦，提供病会当保庇啦！一定会平安吼！ 行去啦！你袂忝，我拢感觉看啊足忝的。啊，我著烦恼啊！我哪做做你咪遐尼久啊，一点消息都无。阮小月月到底生来啊未啦？哎呦！哦，你莫安尼，莫烦恼，莫紧张。咱学电视啊，咱来深呼吸吼，来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先看，先看，有卡冷静的无？ 拢是你小爸害的啦！那不是伊耽误着时间，我早就送阮阿祖祖来个病院啊！阿祖祖，我若是有啥物事甲惨，我一定找伊算账啊！哎呦，你莫怪别人啊，未有代志，咱要相信医生啊，无代志。观世音菩萨，妈祖娘娘，拜托诶，你一定要保庇阮小叶叶平安无代志呢！小叶叶。 你爱坚强，爱勇敢啊！爸爸，你才替你加油！你爱赶紧哦，平安对妈妈的腹肚内底生出来啊！小姑娘，蔡小珠今晚状况安怎？小叶生出来未？我嘛唔知啊，伊搁伫内底手术啦。搁咧手术？伊拄才敲电话是，伊就咧手术啦，啊，即摆还未开好。 啊！我甲哥嘛拢伫遮等啊，医生伊都歹出，我哪有法度啦？哦哦，顶发起啊，发起啊，应该是好哦。医生，阮某怎么安怎？阮某状况安怎？啊，阮小叶有平安生出来。 我惊拢平安无啦！真生啊，你免遐紧张啦，手术到即摆吼，算是顺利完成啊。哦，林太太虽然即摆身体有较虚，但是吼休困一段时间就好啊啦。啊，毋过这囡仔吼，呀，阿妈，阮小叶袂用出代志啊。因为产妇胎盘剥离，羊水又不足，所以囡仔在出世进前，伊的脑部都有缺氧的情形，后摆可能影响到伊的智力发展。 什么？囡仔智力发展会受到影响？啊，我哥本来就无巧安尼，迄囡仔若是受到影响，以后该比我搁较缓慢哈。袂啦，你讲啥话啊？对医生讲是有可能，我无确定呢。我咧想，应该是囡仔早产，难免有这种状况啦。只要咱做时代，以后好好甲照顾。 绝对无问题啦，好。啊，阁有吼，恁这个囡仔在出世的时阵有小可受到感染，一定要隔离治疗。感染？隔离治疗？咱的意思是，我即马袂用看囡仔哦。这段期间，恁做许多人呢，可能爱忍耐一下。但是产妇吼，带队送去恢复室啊，恁看我一撮队使去看伊，吼。多谢医生。拢是我也是较早注意着阿祖祖的状况，较早带伊来病院。 母仔囝就唔免受这款苦啊！哥，你莫安尼啊！啊，李玉产期本来就够有一个月啊，咱哪会知影啊？祖祖会雄雄提早生哦！哦，我怪你了。大爷啊，莫阁自责啦，为好的方面想，因母仔囝即摆拢平安对无？因两个。 拄则才度过生死关头，你定要振作起来哦！你若是无振作，想要保护因两个，较振作的啦。对啊，然后我爱振作，即摆上需要坚强的人是我，我就爱坚强。我即摆是一家之主啊，因母仔两个人我爱靠我照顾。 我一定要坚强，加油啊！这届我带恒大拍赢这场战争，摕到技能布料市场8成市占率。上主要要感谢的是阮阿公甲阮爸对我的栽培，因为我细汉时阵，都把我当作是唯一接班人的培养，甲恒大托付给我，我总算无辜负因的母啊！ 嘛无辜负恒大鼎鼎大大员工对我的支持。当初本来是真好讲好听话，其实哦，就是甲所谓讲哦，规划抛弃。这样真正是有够冤枉的，当时你讲半工，无一句会提到伊。 毋知忽然迄边安怎？希望阿妈无代志。迄代是安怎？无啦，真诶，就像当初你咧讲公路诶时阵哦，连看拢无看，无采哦，你遐尼无样，替公司摕到遮尔济订单诶。不要紧啊，就算伊无讲着我，我袂减一滴吧。 我先给你创啥就好。即马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开始发问。李董事长，拄仔你讲你是恒大唯一的接班人，但是李孙两家唔是有四个兄弟吗？边仔这位李总经理，敢唔是你的亲小弟？李子凯总经理确实是我的小弟，不过伊向。 对商业经营无兴趣，也是我这个哥哥拜托伊，伊才甲我斗相共的。志凯，你讲对无？我嘛是恒大一份子，当然嘛尽我能力甲公司斗相共。阮阿公对阮四个人毋忙，就是希望阮四个兄弟会当亲像四枝条啊，甲恒大画起来。四枝条啊！ 阮阿公较想讲过，这栋大楼用起来稳，需要四枝条啊。不过当我接班以后，发现这句话有淡薄唔对。是啥物意思嘞？其实这栋大楼无需要四枝条啊，干那需要中央迄枝条啊，有够勇行，有够悬，啊，就应该把整栋大楼换起来，就亲像阮即卖的恒大。 李志前真正就有野心诶，既然其他兄弟诶功劳拢想要摕走，想要家己一个人霸占规个恒大。李董事长，所以你即摆意思是恒大只要有你这个条啊，就够啊。你已经看到，今仔日诶主题应该就用回答你诶问题。李董事长。安尼，你意思是想要把其他兄弟拢赶离开恒大吗？讲赶这个字，想歹听。我敢若是希望，因拢会有家己的事业。你当事长，那你的意思是，你希望其他的兄弟拢离开恒大吗？这都要看因的意愿啊。不过，因无一定愿意。因若想要走，我嘛不用强迫因留落来，搞到三角。你讲对无？ 奇怪，拢这个时间，小巴哪还未把人带来？张处长啊，啊人互孙副总因抢回去啊，即摆咧病院啦。 各位记者朋友，假使无其他的问题，今日的记者会就到这为止啊。他们这个恒大会使打败全国纺织，上重要的策略是啥物？其实做生意无什么撇步，就是冷静思考、甲正确判断，然后就是坚持做落去。就算讲只有1%成功的机会，嘛总是能等到一个奇迹。 你真正有信心会赢赢这局？有真侪时阵输到赢，毋是咱会当控制。我敢若当有99分的努力，去换迄1分的奇迹。所以即摆当时的历史消息，做工无路是伊。先叫伊是你的头家，付你薪水，功劳当然是伊。即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，请各位记者朋友把握时间。即摆恒大打败全国纺织，李董事长，你有啥物话要甲对手讲？这都要感谢全国纺织何总经理伊的配合。不过，我还是要甲伊讲一声，加油！咱活伫这世间，总是需要对手，若无是有淡薄小破。 你当事长感觉俗无？我是唔甘无。何天祥，伊哪会来？是全国纺织和总经理呢。哦，这下我好有眼光啊！何总经理，这边你来参加这个记者会，敢是你想去啊？ 公关宣传，你生理场嘛算是正常活动，我来想起来。而且你有事先向我核实嘞，算你有诚意啊。这是我应该做诶。歹势，我当初唔知影咱两个私底下有协议，所以。你免解释，这场是我李志勤的输赢，甲你无关系啊。你当署长。 不如咱握一个手，互这记者朋友有淡薄仔材料通写，你看啥款？你当署长，你的表情太过严肃啦！你今仔头面头前也是笑一点较好啦。啊，若无彩，你生啊这么缘投。好，多谢各位记者先生、小姐，何总经理。 来者是客，真多。免客气。各位记者先生、小姐，我昨做一个记者，要写一篇新闻报道，上重要是亮点。也毋过，干那亮点是无够，那真正要引起注意，就需要爆点。啥物爆点啊？就是我啊，何天祥，今仔日咱遮出现。 向恁嘴讲的迄位英雄出少年的李董事长洗面，这就是这场记者会上大的爆点。何天祥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请你讲我清楚。你真足听哦。无唔对，这场智能布料市场的战争，我何天祥是你家己失败，唔那失败，佮创造三项纪录。请问是啥物纪录？ 第一，我何天祥头一届输我这么惨。第二，我竟然输给一个查某囡仔。查某囡仔，侯总经理，你不是输给你当署长吗？叶米啦，你唔通着急，先听我讲煞。第三个记录是我何天祥竟然输给一个比我较少年查某囡仔。 巾帼因此真正是不可小觑啊！自从这场战争开始以来，甲交手谈判的，从来拢唔是这位李董事长哦，是迄位一直无讲话、点点徛喺边仔的胡佳媚小姐。 胡佳媚是啥物人啊？ 对啊，我之前采访过很大的出租化品牌，敢那就是吴小姐做出名的。是哦。各位记者朋友，其实我唔是咩大人物啦，我只是在伫阮董事长身躯边的一个地主。公司所有决定拢是阮董事长做主的。今仔日这场战争会当赢，嘛是因为有阮董事长伫。无论如何。 我何天祥这届确实是输啊，所以我今日踮要遮向大家宣布，我要买全国纺织51%股份，正式摕到公司的经营权。你未来一年内，我要让全国纺织你这届实际民主全部讨倒转来，而且你10年内，我要让恒大退出市场，将恒大压落地。 何天祥，你的口气真大。你当署长，你敢袂惊？我有啥物好惊的？做你来。 正啥？今日甲亲民大户，走来我记者会乱，就是讲啊，我从来唔捌看伊遮尔无目色的人啦。点去啊？你明明知影，我要伫记者会创啥？恁这老同拢找无，我讲要伫你遮粪扫创啥？董事长啊，这你袂用完全怪我啦。啊，原本我已经成功将徐安少老同人载上车啊，啊结果啊迄个小杨有大业啊，伊半路开车甲我弄呢。 没有讲借口，无甲人带来，你就是笨蛋。是啊，是我唔对，我是笨蛋。刷落来是临时董事会，我爱你想办法去。啊，不过董事长，啊，迄位老大人即马伫病院，状况无啥好，啊，若是半路出啥物事甲差，这个责任咱担袂起啊。 谁叫你去当迄个老大人啊？我是叫你去邀请孙总经理来参加临时董事会，好，好，安尼就无问题啊啦。那呢，我即马随去便宜传达当署长的意思。等下，会记哩，我是要邀请我亲爱的阿舅来参加，绝对袂当有任何人代替伊，知无？嗯，非常之明白。 董事长，请你放心，我这届吼一定使命必达。你这届若阁失败，你就莫叫上班，你应该名叫做 Spiderman。啊？啊，董事长是啥物意思啊？失败的人。是董事长。 经理，请问你即马是要去叨位啊？我是直接对董事长负责的，无必要向你报告。我接受，礼拜。你什么时阵对阮巴经理这么有兴趣？我只是好奇，唔知董事长。 佮派甚物任务互伊？啊，毋过想嘛知影，当初你无可能甲我讲的。那恁我问你，今仔日的临时董事会有谁来参加？有谁来参加的有老董事长，啊，佮王董事。啊，那是刚顾问遐伊介绍的控股公司临时有淡薄问题，所以目前无法度确定会派谁来做法人代表。迄无重要，重要是。 损教的人呢？伊目前搁伫咧病院，唔知会赴来参加无？唔过今仔日，人大临时董事会真重要，损教的人哪会无来参加？尤其是阮阿舅，阿舅有表小弟，因伫恒大有遮尔重要职务，一定爱来参加。董事长，你明明就知影即摆是甚物款状况，哪条你为难人？ 所以我才爱你想办法，无论安怎，一定要甲因带来参加这个会议。李志前，你真正足过分的，你俩准讲，你会当安尼一直压白落去。而且讲安怎讲，你是未来孙家的媳妇，看你的面子，应该会答应。 但是连这款小可代志你拢做不好，明仔载你就唔免来啊。好，我知影。顾佳美，你确定你会完成我交代的代志？董事长，较有耐心诶，你看明仔载有来上班，你就知影。 这个有家妹叫是何天祥，伫记者会学落去，伊就情啊是。哼，早晚伊会知影，伊啥物拢唔是。尤阿姨，记者会出即个状况，未赴宣布你薪水。 所以必须爱麻烦你走一撮。拄则卢安打电话给我，我的养母即摆伫咧病院，随时拢有性命危险。无要紧，就算讲无迄个老太太，还有你，甲阮妈。 若是能证明你甲阮妈关系，就用说明，谁才是真真正正孙家的子孙。所以，你一定要来参加这个临时董事会。阿姨。評估報告已經出嚟啊！結果點啊？咱阿邊阿討論，讓患者好好休困。 妈，我甲医生讲过寡话，你伫遮好好休困吼。即摆阮爸状况安怎？马谢医生哦，评估成功的几率50%。哥，机会敢有一半一半？ 伊敢真正感觉爱开刀，这嘛是天公伯，天狗公生笑是吧？我在想，天公伯也是要甲你讲，家己的妈妈家己做决定，唔通让后生害这个原本属于你的决定。我啥物时阵要让家己的后生来排责任嘛？妈，爸只因为想要烦恼阿妈，才无法做决定。 也毋过，治疗心肌梗塞黄金治疗时间是2点钟到12点钟以内，时间拖愈久对阿妈愈不利。是啊。妈，有人想要害你阿贤。有人想要抢走阿贤的物件，你若是想要保护伊，你即马就要暂时离开遮。安尼，你敢有了解我的意思？不管你要安怎决定，我拢无意见，但是要紧。 时间是无等人的。这位小姐讲了无唔对，若是要动手术，愈紧愈好。做什么决定？我感觉还够反击，我支持你。我相信阿妈一定嘛是安尼想的。唉，我一直就是讲，家己阿妈有真侪时间会当相处，想袂到即摆时间剩遮尔啊少。 好啦，若是阁有一半机会吼，阮就试看卖，吼，至少阁有50%成功的机会，安对无？我马上通知手术房准备手术。麻烦你，麻烦你啊！我来甲恁阿妈讲一声，啊。 你清醒啊！你往前撞了，不要怕。爸，那还在呢。大小心出去，火速，给 AD。妈，你给几只啊？妈。 Go， 阿妈干咩？医生嗌我哋去急救。立正。立正。好啊！哎，佢接我妈。患者已经精神啦，也唔过。 伊时间已经剩无多啊！你若有啥物话，趁即嘛。陆官，你弄出去。 听袂食就好啊！爸，你有啥要赶阮出去？叫恁出去听无是无？爸，好啦，咱出来，互你爸爸甲阿妈会当好好讲话。出来。而且，我是阿贤啊，你阿贤而且，照顾我自己，你莫活着我，好好活落去，好不好？啊！互你爸爸、家己阿嬷有最后相处的时间。哇！哇！哇！ 啊！ 真诶真无简单，才甲何总经理讲好要合作。即马选为果要开记者会，互全国纺织直接甲恒大宣战。虽然讲生意场变是你死我活，总是难免诶。啊，毋过搁即款阿爸诶做法，恒大以后诶敌人一定会愈来愈侪。啥你啊？这个啊，爸，敢无印刷啊？ 来，坐。啊，今日拄记者会啊，安怎？算讲是顺利啦。什么叫做算讲是顺利？啊，是有发生什么代志是吧？无啦，啊，着记者会哦，来少做媒体记者，做闹热。唉，是毋是有闹热哦，遐毋是重点啦。 有时阵这道理只是表面上看起较喜欢尔，这个是嘞啦，因为今仔日在庙会哦，拄好有发挥啦，我就想讲留落来替恁阿表姐斗相共，看讲哦是捧一寡茶，互遐信众，还是讲照顾遐老大人，顺续替恁遮少年人哦，求神明让保庇恁平安。 想袂到爸爹庙内底斗相共，愈做愈有兴趣哦。不是啥物兴趣啊？唉，爸爸只是想讲，会当尽一份心意啦。其实咱人哦，能力有限，无可能啥物代志拢会当解决，所以常常会走去庙会求神明保庇、求心爱的人，迄拢是因为在人生当中。 对着这款代志，已经想无步，也找无路啊，就亲像爸爸同款啊。我会去庙会，嘛是想讲会当得到一款信仰，互家己安心。所以我伫庙会看到遐个人，我会当体会因的心情。就算是甲因讲一声，你有好无，嘛是会当回应力量。我会当了解，就亲像大概我看到你，就感觉心内底就安定诶。 大概甲你开讲，讲了以后，我就感觉足有勇气。唉，迄是因为我是你的爸爸，我是自你细汉照顾你大汉的，亲人的支持，总是哦，我家己足大的力量。爸，啊，不过恒大嘛是同款啊，恒大创立以后，拢是你的照顾。今日恒大会当安尼，拢是你的功劳。 爸，即马恒大真正就需要你回来。啊无来无去，咱讲伊这边来啊。我想要找你回来做顾问，我嘛感觉安尼真好。唉，其实这件代志哦，你妈妈有甲我讲过啊，爸爸还搁在考虑啦。 你是敢讲会甲哥起冲突哦？我知影，进前公司一个决定，你甲哥无爽快，啊，毋过哥拢已经开嘴啊。唔是这个原因啊！啊，也是因为爸爸今嘛感觉哦，做挽救我真满意。恒大今嘛有恁四个少年人在打拼，已经是恁的舞台啊！爸爸有悔啊，我无想要搁烦恼这个代志啊！啊，没啦，爸，你还够少年，搁再讲哦，恒大今嘛就需要你的，你一定要回来斗相共啦！好啦，莫搁讲这个代志啊！ 强烈，志凯，嗯，还没。阿姐，哎，志凯，我有代志想你跟我斗相共。讲咩啊？阿是有啥物代志啊？其实，哥，我拄则甲阿妈讲，我是伊个孙啊。 不知伊有听到无？我相信阿妈在天顶一定听到的。我才拄有一个阿妈，才无几天，伊就离开啊。为什么咱的阿公甲阿妈，拢袂赴听咱，都走啊？ 恁阿妈会走，拢是因为我，是我这无路用的后生，我都好好保护伊，就安尼甲伊害死，拢是我，拢是我，爸，爸，拢是我，爸，拢是我，你别安尼，老公。 爸，即物大家拢足伤心的，你若是呷脾气，拢发伫妈身上，爱对妈讲告白。今仔是我失去妈妈，对我来讲够公平。如官，你敢会当较冷静呢？我知你即物足伤心的，要个妈嘛是有悔啊。你甲我点去，妈毋是心脏病死去啊。 伊是抱什么我，家己决心要死去的。伊是为着我，为着我才会死去的。伊甲我讲，这是伊为着我，伊当所做最后一件代志，是不是你？啊？是不是你？是你甲妈妈讲啥？哈？甲妈讲啥？伊才决心死啊！你应该讲的。 你肯定只卖对卖还会歹啊！我想要弄清楚，先做我妈死去，我咪找着机会会当诱惑伊，先做就安尼死去啊！就是你，就是你，甲妈妈讲啥？啊，甲妈讲啥？伊才讲真死啊！你应该讲的。你卖安尼啊！你肯定只卖对卖还会歹啊！我想要弄清楚，先做我妈死去，我咪找着机会会当诱惑伊，先做就安尼死去啊！好了吧，较冷静。我知影你今麦足生气，又唔过安尼。 敢是一个有孝阿嬷，阿嬷若是伫个地顶，看到你安尼，你敢会唔甘？敢会心痛？今仔日代志变个安尼，你怪一切，你怪你家己，你怪我，是安怎你袂去怪迄个李志正？ 为什么伊要安尼伤害阮这害你的人？因为我当初就是认为你害死爸，所以才无得接受你。今仔发生这种代志，我若是无先怪我家己，无你讲，我怪认为妈是你害死，那呢我真正唔知要怎面对你。 所以，在你的心肝内，你认定就是我害死你的妈妈？敢讲不是？孙老官，我无细孙。讲来讲去，你是惊我无想细孙，惊我失去这么无情的一切，所以你就害我食爱困药啊！趁我伫遐困的时阵，偷偷把我妈抓出去，再造成今仔的悲剧，他讲你无应该负责。爸，你袂当甲姐姐。好啊。焕然，卡叔公，恁爸怪我，伊心肝内当较好过咧，哪一定尽量怪我。 孙副官，我到底是爱甲你讲几遍，你才听会清楚。就算讲你是孙家的养子，但是你做孙家的子孙嘛，已经50几年啊，你就是孙家的后生。我知影你的妈妈真重要，但是甲你车养大汉的养爸，敢就无重要？伊甲你辛辛苦苦饲大汉。 放遮尼侪心思，期待伫你的身躯顶，别人会当讲你无细孙，但是你家己你袂用的。是安怎无袂用的？我就唔是孙家人，我就无细孙，你嘛唔是，你唔是，大家拢唔是。你一直无愿意承认你细孙，那咧你敢对得起过去给你请养、给你栽培的爸爸？ 你即卖心肝内，敢若有你的妈妈许含笑，那你是毋是袂记得啊？就你细汉，都有一个真疼你的爸爸，叫做孙六合。我真正甲你拍好清楚，因为你已经失去理智啊！为什么就要因为外人讲的几句话，你就认定你要放弃一切？ 所来，阁要怪罪伫我的身躯顶。我安尼做，我到底是为着啥啊？我是唔知你为着啥，啊，毋过会当确定，你绝对唔是为着我，爸。孙副官，我一世人有可能对袂起足侪人来，但是我唯一无对不起、无亏欠的人，就是你。你若真正认定是我害死你的妈妈，你甲我的日子无法度阁过落去啊！那安尼，你随时开嘴。 我会当离开，妈，爸，妈要走啊啦！卡是伊的，想要去倒位，无人能阻挡。爸，你敢当卖安尼？干嘛去去？阿贵，阿姑娘，你给我敢来！你是想要创啥？哎，夫人啊，我是来这孙总经理去参加临时董事会啦。啊，董事长有重要代志要宣布，请孙总经理一定要到。啊，孙总经理今日无方便，我是公司的董事，我代表去参加。我嘛会使哩。哦，啊，是安尼啦。 董事长有特别交代，伊爱孙女管总经理亲身参加临时董事会。当然啦，若是各位董事想要来参加吼，阮嘛是足欢迎的啦。你之前是搁咧比什么梦啊？也是讲即个神秘嘉宾变成桂花？啊，这我唔知呢。哈，来，孙总经理这边请。我不准你去。你是好啊未啊？ 我感觉什么代志拢听你的。啊，廖总经理啊，我怎么啊？今日我阿嬷的皮肤生病，也好真大剂。若毋是你把我阿嬷带走，我妈即马也就可能会当活咧。无毋对，你爱负责。 我真的啦，我赶时间啦，我先送孙总经理回公司啊！啊，真的，真的啦，妈，小妹喏，别胡作动吧。说说去啊，至少英雄一定要顾好掉。还有，恁两个手头的股份嘛一定要守好掉。一旦若是失去啊，就永远都无可能去上顶的啊。啊，不过妈，阮也唔是阿公的孙啊，还阁摕遐个股份，是毋是无应该？咱手头的股份。 绝对袂当变成李志前这种人壮大权力的工具。总共一句，绝对袂当回得意。我看咱先去公司一转。行。所以你意思是讲，如今甲如今。 一点仔血缘关系拢无啊！我来郭特做是嘛妹妹，那安尼，伊就是我的阿姨啊。嗯。啊，代志哪会变到安尼？是我阿姨甲我讲的时阵，我嘛惊着啊。想袂到，哇！ 阮哥，我哥换人换己，完全都无血缘关系。原本一开始这件代志，徐阿姨无希望先让人知影，啊，不过我唔知是安怎当时你会发现。拄则我阁接到法人的电话，韩少阿妈已过身啦。你讲啥？啊老大人，那会幸运安尼过身啊？ 毋是在小林，那会安尼紧啊？我嘛无清楚，啊，不过发然伊讲话声音听起来真就艰苦诶，我唔敢加问啊。才一个透早尔就发生遐尔啊侪代志，发然心内底一定就艰苦诶。那是发然，我想即马心情上无好，应该是你阿姑有关。你想看卖啦？ 才拄知影家己先死了后，无阿姑，搁知影家己亲生妈妈安尼过身去。恁如管阿姑啊，一向拢是真忠贞的人，我想伊即摆打击一定足大个。结果当时就是足坚持的，爱我想办法，甲孙总经理因拢接来参加临时的董事会。啊？即摆拢啥物状况啊？搁还搁坚持要去临时的董事会？恁哥的个性你敢无了解？你哪可能对因客气？ 啊，就是嘞，我无应该伫你面头前批评你后生。无要紧，你无讲唔对话。既然做唔到代志，互人批评本来就是应该的。而且搁再讲啦，这个真正是之前做唔到代志啊。安怎讲？如管拢是伊阿姑呢？伊哪会当安尼无孝敬、无同理心？我想伊这个遐尔坚持，伊就是想要趁临时股东会的时阵。 甲孙家人拢做管理开很大，啊！不过就算孙总经理真正毋是孙家一个后生，嘛是庸子啊！焕然为着很大的付出，敢就要因为安尼当作无发生过，安尼真正就无公平的咧。当初就一直甲人比较绝咯，伊才会欢喜是无？真正是不好做，你放心，我即马就来讲，叫伊不准安尼做。爸，我对你去。嗯，佳妹，你放心。 我年前你做志愿股，多谢你。啊，不过坦白讲，即卖伊有可能是荷兰话，我听袂入去啊。不管安怎，还是就感谢恁嘞。我代替焕然，甲恁说多谢。恁说多谢啦，焕然永远都是我兄弟。爸，这边来。 不管安怎，我拢希望这届真正会当甲树阿记，还佫可能斗相共，让伊会当顺利度过一关。安怎？会紧张袂？等下大家就会知影，你才是我阿公流浪伫外口的二千金。苏小姐，你出事，我有啥物好紧张的？几乎寄开。 看恁的表情，我想恁应该知影是谁讲。有啥物？即摆敢若剩伊伫咧公司，想袂到伊竟然咧教恁讨救兵。阿姨，阮爸妈已经离婚啊，你毋免叫伊支付啊。我安尼去婆婆走入来。 我想你今日讲的话，可能嘛袂话好听。你想要听就听，无想要听就唔免听，免囥在心上。安尼咁好？你哪会安尼讲话啊？遐尔无尊重爸？哪恁爸敢有尊重我？这是董事长的办公室，爸恁门一开就行入来。伫厝内，我是爸的后生，我无话讲。 我即马伫咧公司，我就是恒大董事长。你敢真正有尊重我这个做爸爸？你拄则讲第一次的你是我的后生，你无话通讲。啊，不过之前啊，你大概对我讲的时阵，遮尔啊鼓励我，这就是你所讲的尊重是吧？ 你之前，我就想要问你，做一个董事长到底有啥物了不起的所在啊？敢讲参像你安尼遮尔啊傲慢，遮尔目睭内面无目红，这就是董事长是吧？无毋对，你恒大，你坐喺上悬的位置，啊，毋过出去外口咧，你啥物拢毋是。我是到今日才总算是知影讲，原来咱即马恒大的董事长眼界干那安尼尔。 嘛无啥物嘛，爸，你就一定安尼打起我。姐夫，你安尼讲，对之前足无公平呢。啥毋是一步一步愈爬愈悬啊？啊，唔然无人参像伊共款安尼，不择手段，我才来看，会当爬偌悬。 爸，你若是唔去甲我斗相共，甲我要小伊阿公一起讨回来，你就离开，转去你的庙内底，吃菜念佛，莫看衰我。讲，你即摆就甲马卫生嘞。讲，我讲我讲唔对，你爸也是无对。 不管我拍拼，做偌侪代志，伊也是感觉我做了唔好。是啊，恁上高尚，上善良，啊你干呀？你搞我咩啊？你哪变到安尼啊？你刚才我即马看到你，我感觉我的心就痛。 不是，我讲不对啊！你真正我感觉足凄心的，谁做要心疼？谁做要操心？我，敢若是你甲我讲一声，记者。 你做了真好，爸爸为你感觉骄傲，都安尼。唔过你用我那么高贵，骄傲。所以你到即马是毋知影讲，你到底倒位做唔对是无？我真正想啊，我用心替你甲韩大照顾，到底是唔对？哥，你敢真正是替爸收着韩大，还是为着你家己？爸敢对不起我，当然不是。 我自头到尾就够过，但不是咱呢？恒大是孙氏捧一起家，是恁阿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。恒大是孙家的产业，不是你家的。爸爸只是替恁阿公甲花起来尔，是孙家有安怎？孙焕然、孙焕起，甲阿公无迄个关系。 伊毋是个孙，干那我甲志凯，才是阿公的孙。阿公离开了后，传了害死，干那我甲志凯，才有法度继承。所以只有我甲志凯，才会用做恒大董事长。哥，董事长这个位置，毋是你甲我想要做就会当做的，嘛甲迄个无关系。 是当事每一个人一人一票投出来的，是啊。不过你认为孙如官一个人，敢够有资格做当事？真正有资格？真正？伊是妈的亲兄妹，这是咱的亲人，不是孙如官，不是孙焕然，嘛不是孙焕起。 我就是要把因个霸占真侪年物件吐出来，因甚至无资格说孙比你人。爸，即摆是安怎？你想要拍我啥？来啊！我互你拍。 都当做我一个囡仔，有我给你的。不过，我做的决定，我无可能改变。这个董事会，我一定要开。 你真正让我感觉足骄傲诶！我从来拢冇想过讲，你竟然会当让我这样失望。当初你无顾一切，甲这个计放下不管，我真失望。一人一界。 真公平！是啊，爸爸真正爱甲你回真实哩，我即摆真正就后悔。想当初，我真正应该先挂了瘫痪，甲这个家放咧唔管，卖阁转来啊，卖阁差恁遮个囡仔，嘛卖阁在当事会顶面用我迄票。 到你做董事长，那安尼，你应该就袂失望啊，对无？我即马做到最后问你一届，你已经是董事长啊。敢讲，你阁要坚持甲换人，还阁换期，赶出去公司，你是毋通袂记啊？当初恁阿公在生的时阵，是我娘疼惜恁四个孙。 伊常常甲恁四个孙讲，希望恁四个人会当为恒大做伙打拼。刚讲这话，你拢袂记啊？我毋好讲一个，阿公的孙，就干我，甲志凯尔，因两个无血缘的，毋是？那是阿公知影。 因根本毋是个孙，无得看。今麦就为棺材内底跳出来支持我。哥，你是气笑哦？你阿公嘛甲提出来讲，你凭什么认为阿公唔知影？我得下阿公就是知影，阿舅是伊的养子，啊唔过也是同款。 遐尔疼惜阿舅，焕然焕齿。伊若是知影，你想要赶伊出去，无得靠阿公为官差跳出来，是因为你，无你叫阿公来甲我拖梦。若是阿公甲我讲，伊早就知影孙阮是伊养子，我着立住，我着话要计较，若无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 是的，我甲阮丈阿爸阿公约，要伫董事会进行讨论一寡代志，我就无陪恁开讲。当然啦，恁若是有兴趣来参加董事会。 我真怀疑，刚才所讲，这么好的戏，哪会用错过？爸，哪爸？小孩们个惊，想唔到。 因果今日变安尼，拢是我的责任。继父，你无使咧气你家己，当初嘛是你把票投予伊的。而且我认为，之前这个董事长做啊袂歹，早就有魄力啊。郭董事，我想要问你。 你甲阮哥相认偌久啊？这敢有重要？重要，最重要的，因为我想要知影这件代志你参与偌久啊？啊，搁有你到底想要爱啥？我要爱伊真简单，志凯，我干那想要爱你叫我一声阿姨。 我要爱一个家族，互我的亲情温暖。亲情温暖，为着亲情温暖，敢有需要甲代志不甲遐尔复杂？有时阵就是爱安尼，所有的人才会做伙面对这个问题，解决一切。 看你的表情就知影，你无想要叫我一声阿姨。不要紧，未来的日子够足长的，等下董事会上见。真行哦！哎，大爷，手术已经顺利完成啦，阿祖一定就变精神啊啦，哦。哦，对啦，伊可能是迄麻药还袂退啦。啊，我有甲伊炸三角面筋啊呢，嘛有买食的物件哦，你食一寡无？啊，对，哎，来。我听讲这煎饺最好食的，你吃一块哇？啊！哎呦哥，你唔好安尼啦！啊，你着爱先甲你家己照顾好，唔才有法度照顾小爷爷，啊，搁有阿楚楚。假使讲因拢啊袂去好起来，啊，你落身破病是要安怎啦？啊，而且哦，我若是想着个。 啊，祖祖伊是真辛苦，啊，着爱面对讲小爷爷伊吼。习惯，袂用讲，你拢袂用讲有听着无？即嘛祖祖都几刀几弯尔，袂用受着刺激。我知啊，我袂甲伊讲啊，我只是就替伊烦恼诶。好啊好啊，袂烦恼啊啦，医生讲，敢若是有可能。 搁要观察嘞，无你看，什么代志拢无啊，无代志啦。是啥代志啊？阿叔，你真真啊！你即马感觉安怎？会惊未？我去叫医生来甲你拍止痛针好无？还是你有倒位无爽快？啊，你甲我讲。啊，你要啉水哦，拄后护理师有讲你通啊啉淡薄水，我即马来倒水互你啉哦。 我想快。小姐姐的婴儿房了。哎，那恁应该看过伊啊吼，啊伊是亲像我，也是亲像你啊。诶，玻璃砸掉的，还想看袂清楚。玻璃砸掉的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。 无啦，那有啥物代志？我代志。无，你的表情哪是安尼？哈？无啦，大爷是伤感动啊啦！即马又家己面啊，就亲像咧做面包共款啊。对哦，啥物做面包啊？啊，小爷拢看到啊，那还是做面包。哦，我觉得做妈妈。 都还没看到小爷爷呢，但是这样看。哎，爷爷，你袂当看，你今晚袂当看。什么啦？无啦，那是因为小爷爷今晚出出事，而且无做话，医生建议要伫保温箱内底搁观察几天啊，安尼对小爷爷较好。大爷，你可信不信？啊？对啦，医生讲哦，你今晚。 都开完了后，那落白针，你会疼，所以嘛无建议讲你一定爱看囡仔。我那啥呢？我可想说我有啥物代志，唉，手怪遐尔紧张。我是头一遍做阿公，我足欢喜，啊嘛紧张我无做过阿公。 对啊对啊，啊，那个小爷爷，伊生出来时阵是活动啊，啊，哎，黄医师讲有替伊量个心管，啊，伊笑起来是不是就好看啊？目睭是就大对个，鼻仔是嘛就好看。